我觉得我为咱们这段感情真的付出了很多，可你总是一副敷衍的态度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多体贴一下我，有那么难吗？你的脾气真的是喜怒无常，点火就着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你的附属品一样，什么事都要听你的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你永远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，在你心里，我可能还没有你那些手办和爱好更重要。你已经不小了，不能再这么幼稚。我在你眼里就那么一文不值吗？咱们两个的想法真的分歧越来越大，我也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刘24岁，来自四川学生；女嘉宾小谢25岁，来自浙江学生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谈了多久？我和他在一起1年多了。1年多了，谁追的谁？就是我追的他。我们在读了研究生之后才认识的。是同专业的研究生？对，我们都是一个班的。怎么样？就我俩有一些矛盾。我就觉得吧，我们性格呀、什么爱好啊都不太合，然后家庭方面也有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就觉得挺难继续走下去的，就想来说一说。你是觉得难走下去了？嗯。为啥呀？他脾气特别暴躁，经常就有一些小事儿就喜欢大吵大闹。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嘛，本来挺开心的，他让我给他拍照，我也拍了呀，但是他就是觉得不满意，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来嘛，啊，就在街上跟我吵了起来，声音大的就是那些楼上的那些人，他们就打开窗户来看我们在干什么，特别尴尬。我都告诉他该怎么拍照了，拍照视频也发给他看了，但是他每次给我拍照的时候都心不在焉的，他给他前女友就拍照那么好看，给我拍照就那么丑，所以我不高兴。不是，你是觉得你没他前女友好看，还是觉得他把你拍丑了？我觉得他前女友好看。所以你这是吃飞醋，你知道吧？这我也觉得呀，都是一样拍的，但是他就觉得我拍的不满意。什么叫都是一样拍的呀？就是我都是。你给谁拍的上心呢？肯定是给他拍的更上心。你看你，人马上能懂。你看，行，这个不是你的困扰。好像有很多到这个舞台的男嘉宾都会这么抱怨，严老师，你们女生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难伺候？为此，我从来不让别人给我拍照片，我都自拍。哦，就是别人给你拍的都难看，是吧？对。但要光这样也就算了。哦，后面还有呢，哈。啊，对。啊、然后就是他不光跟我吵架，他每次知道自己理亏了吧，他就喜欢冷暴力，要么就直接就跟我说分手了，要么就说要拉黑我。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我们该怎么交流了。我们每一次吵架的时候，他总是要分出个对错来。而且有时候甚至吵到大半夜都不让我睡觉，更过分的是，他还有一次来我家，大半夜的过来敲门，我觉得这样根本就没必要啊。怎么会没必要呢？我不跟他分出对错来，那下一次他还因为这个跟我吵了。不是，那你每次都分出对错了吗？其实也有没分出来的时候。那咋办呀？我就觉得这样挺不好的，我觉得。不让睡觉啊？对，那你就直接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啊，他一个男生呢，他先主动道个歉。哦，我就想心眼有点小是吧？嗯。